妹妹，在你们手机还有1%以上不关机的情况下，能不能给上机啊？看大眼蛙称王啊，用着神器啊，特别给力。嘿嘿，有见过的扣111啊，没见过扣22。哎，黄金蟹啊，嘿嘿，嘿嘿，这是今天我赶海的时候拍摄的这有趣的一幕啊。这个小螃蟹也不知道是几个菜给它喝成这样啊，呵呵，钻进了泥螺卵里边啊，这也出不来了，晕头转向的。呵呵呵，人家别的小朋友都有很多双击啊，咱家老铁进来能不能给我一个啊？海盗龙在中国是一种信仰，我面前是一条海龙鱼，长得比较卡哇伊的苗条，这种鱼离开海水片刻之间就会死掉啊，只能放在瓶子里观看了。如果看到这条视频正好连接的是 WiFi， 请免费给我个双击，关注我，看我干。朋友们，今天不知道是咱家哪位小姐姐给我带来的好运啊，赶海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在海边发现了一条狗头鱼啊。如果你们第一次见过这么龇牙咧嘴的鱼啊，请给个双击啊，非常少见啊！别的嘛，有的老铁天天私信我，让我抓条八爪鱼，我的个妈了，我上哪给你弄条八爪鱼啊？这不，我听他们说，切完的西瓜把它埋在沙滩里就能抓到八爪鱼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这不，我也弄了一个，感觉能抓到的八爪鱼的给个双击，没有就不要了。我的个妈了，有货有货，双击双击八爪鱼，嘿嘿，这是我。